转过来啊。好棒哦。But nothing makes sense anymore。我去看一下，你们去往前走。往右边。我们去吃冰激凌咯！耶、yeah, ！我们都穿黄色的。冰激凌。好亮哎！现在要去海边了。这里是意大利的哪里我也不知道，听说就是比较多，不会有太多观光客，就是都是一些。欧洲人，刚刚回去饭店睡了，不是我，一小时，我睡了一个小时，因为本人很累。天气比较好了，所以有很多外国人都出来。今天怡红酒。我们到洞穴是不是？对，酷！这是它的 menu。就是说呢，超难吃，太难吃了，那个料理，我们刚刚吃的多难吃，不好吃，拍戏，拍假，今天晚餐真的是踩到一个大地雷。你有踩过地雷吗？我没踩过这么大的地雷。今天他们跳下去海了。就是说有点小就是了，没什么位置。Go！后面的吧。这是一个希腊度假感。现在要去吃午餐了。AI， 这个角度看蛮酷的，蛮漂亮的。对，太多人了吧？哎，后面那有这个四个人肉，右边那个，后面充满了人的肉体。到吗？我们车子到了。我们已经到了蘑菇村，这个就是蘑菇的顶，那个。Pizza is very touristy here. Yes. If you want to go to the main square, yes, the popolo, you have to walk up that way. We're here. Okay. Okay. Get to the main square. Stop it. We met here. Yes. And then we walked up this way. This is where you are now. Okay? Oh, there are so many areas. Yeah. So this is the Rione Monti district, the most ancient. It's one of the main streets of Alberobello with lots of shops. And here is the Basilica, the main church we have in Alberobello. Oh. 这里就是蘑菇村。Yeah.然后这是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可以在那边吃早餐吗？可以啊。然后还有咖啡机跟这个奶精球，看一下冰箱好了。哇，它还有优格耶，这算钱的吗？不算，它不包含。耶、yeah! 然后这是我们的厕所，要不妥协，要等下整理到。很棒，上面长这样，然后两间房间，
这个 CP 值高，这个 CP 值真的蛮高的，这个真的很棒。里面是长这样，就是蘑菇的上面。哦，一个人大概2000多磅，2000多磅吗？2000台币，2000多磅太贵了。一个人两。发现了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就是零食。敲钟了，现在几点？半，5:30的时间。终于看到完整的蘑菇村，干扰他，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行，干扰我。现在叫我老板。这里跟来特别剪了这个头发，就是要来这里。啊，那是水你要传的。吃晚餐喽。因为他也没有那么多要吃，这是 menu。这是你最爱的吗 ？Yes。好，在台湾很难吃到。对啊。是的，我们的主餐。哦，这个肉。回家的路很遥远。啊，今天晚上很舒服，而且今天晚上吃完的想法跟昨天吃完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昨天那个Ruby go away。切糕时间，然后现在要去逛逛喽。我们终于走到一个有符号的蘑菇。请问在干嘛？躲太阳。拍照时间，那个纪念品店，然后他说可以免费上楼观赏，有点漂亮。那个是一个昨天看到的教。Where nothing makes sense anymore。 我们现在要离开蘑菇村了。 OK， 我们的导游，我们现在要去找意大利巴黎的饭店，但是这里我觉得还是有点脏。他的教育厅吗？ And what do you want to drink for breakfast? Coffee, cappuccino, tea, milk? Milk. Oh, okay. 进来就是长这样。走进来就会看到我。你了，电视跟柜子，还有一个琉璃台，跟这里。厕所还不错哦，不错哦。Make a chain。谁呀？I'm coming。现在已经是傍晚的7:30，来到了一个广场，有点漂亮。我们想要找一间餐厅，应该就是后面那一间 Black and White 吃饭。点餐时间。耶，要水吗？要水吗？要 Brata。还要再一瓶吗？他那个粉丝广告，知道。到了 Market。哎，这是他给我的。看。我昨晚吃饱，就放两包。耶、yeah, ！吃早餐吃到一半再来撸，我要来偷他的果酱回去了。
欸，我包包已经有超级多果酱的，很棒，这个很好吃，黑松露，黑松露，对对对。倒数第二天的早晨，我在这里都没有看过任何的，就是云，完全一片天空都没有云。这间是那个房东说必须来吃的。我选了一个无花开心果的口味，就像在打麻将。被你听了，很丑。对，很丑。这里就是手工意大利面的一条街，到处都是意大利面。那台车在拍电影吧。我们来到了一个他说的 fish market，fish market。蓝色多瑙河。你不要给我乱讲话。我们终于吃到生蚝了。怎么样？觉得好吃吗？听说是第一名的餐厅，真的在各大排行榜上第一名。对。20.5欧元，我们又叫了一台大台的车要去山上的城市。对，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哪边 ？This one is the mountain part. Yeah, the other part is the mountain. The mountain is this part. Okay.From here to here is 5 minutes to walk. Oh. But there are stairs. Oh. So we're up and down. Yeah. So, okay. Up and down. 这个就是厕所。这里，对，他说玲玲现在这里拍。然后，这里是出去看看出去的景色。OK， 我们现在要去看他们另外一间房间。这个就是昨天洞穴感吗？零零七之后会来这里拍片，对啊。好热。那个直播是你们要关注，后来有点太多教堂了，同时发出声音，有点累，一直走楼梯。哦，什么时候才能到上面 ？Please wait for me. OK， 这阶梯好美哦。要看吗？不知道，随便他干嘛都可以。哎，看着他吧，全部人都看着他吧。那你，那你。我们走到一个比较有街道的感觉，不是阶梯了。好像游乐园哦，这种设计。他们在一个演奏会，然后这边有很多老年人的听众，酷哦！其实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那我们就一直乱走。现在呢？吃饭，吃饭，我们要去吃饭。一步一步路都很艰辛，因为这个石头超级无敌滑的。我也不知道这支 vlog 会长怎么样子，但是
就是这样，给你们看意大利的美景，太美了。等了快半小时吧。我们吃的就是这一家，回家喽！怎么回？带路啊，领导！回家，回家，吃饱喝足。回家。那怎么拔不出来？哎，有人说你像周冬雨，哎。谁呀？周冬雨比较瘦，我是胖版。阿朱，我怎么还没好？我是阿朱。阿朱，阿朱，阿朱。这是一颗番茄，这是两颗。法国的巴黎买的啊，你的墨镜。法国的巴黎买的墨镜，然后丢在意大利的巴黎的市区的饭店。最后一天的早餐，好吧，太阳太大了，太阳太大了吧？每天都是这种太阳头。今天是最后一天，要回伦敦了。最后一天待在这里，好远哦。我们从下面要走去哪儿？这。他现在，我现在已经看到一个观景台，非常漂亮的地方。然后我现在已经变小麦色了，我现在是变成欧美系女孩。哦，看我这么敢晒太阳。OK， 我刚刚已经拍完这个照片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在拍照的时候会忘记没有太阳这回事。No， 太热，太热，太热，我要等你们的那么热。耶耶，去吃冰吧，走。好的。从旧城区走到新城区，太热了。你有没有看这个太阳？完全没有云。嗯，回去之前来寄个明信片。哎，我已经晒了很黑了，然后我的防晒都用完了，总共是高级帽，90帽的已经没了，从满满的现在已经没了。上面写超级好吃。它超过十才可以才比较好。这个人说手机，耶！我买了一个，这个是1.5欧，跟可乐2欧。要回伦敦了，冷死你！怎么会那么热？伦敦才17度，我还不肯。这里35度。以前住的地方很不好，所以染了很多疟疾跟瘟疫，然后死了很多人，然后大概一百层有半层婴儿会死掉。那石器时代人住的地方啊，然后后来比较文明一点，他们就住在这里啊。太多楼梯 ，Maggie。无止境的楼梯。然后这个。